澳股昨日高开高走，美股指数却齐齐下跌。大家早上好，欢迎收看今日盘前解析。今天是3月4号，星期四。美国三大指数昨夜齐齐下跌，道琼斯下跌0.39%，标普500下跌1%，而纳斯达克昨日下滑则近3%，收盘12,680。澳洲标普 ASX 200昨日收盘6,820，涨达0.82%。股票方面，六大科技股齐跌。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跌近3%，苹果、微软、亚马逊跌超2%，Zoom 昨日一度跌超8%，蔚来汽车跌超4%，而特斯拉则跌近5%。贵金属方面，现货黄金目前仍旧呈下跌趋势，目前在1710元左右每盎司。外汇方面呢，澳元对美元呈小幅下滑，而澳元对人民币则呈小幅上涨，目前在5左右。当前市场仍旧动荡不定，但是呢，当然风险与机遇同在，大家注意分散投资。以上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内容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，可以点赞加转发，谢谢大家。Open Markets 在线交易首选券商。